谢谢同志，不客气。那是谁呀？你不知道我也没见过，这穿的还挺奇怪的。我女儿怎么能不像我呢？啊，尤其这眼睛，像不像吗？她就一点都没像。 坐着，坐着，坐着，干嘛？你那个，让师傅，叫师傅来。来来来，快点，快点。妈，这门怎么开着呢？谁呀？你咋在我们家呢？ 我刚才骑车站接你，没接着，你咋自己跑回来了？往那儿，普通火车，部队直接派车就给我送到咱家门口了。真是受苦了，老姐。没有，哎，这些年啊，辛苦你了。回来就好。 这是，玲儿，快叫啊！玲儿，我是爸爸。玲儿，快叫啊！ 我先写作业去了。玉儿，哎，慧芳，慧芳，没事，没事啊。老姐，老姐，啊，别怪爸啊。好吧。我太长时间没见你了。没事，没事啊。